金成敏被判定脑死亡，捐器官救五人，遗爱人间。24号凌晨被发现在屋企用领胎上吊自杀，送院抢救，但手术后一直昏迷。拍过《茶煲阿四》的43岁韩星金成敏，韩国时间寻日凌晨2点被首尔圣母医院判定为脑死亡。之后院方再经过严密检查，觉得他的状态同脑死亡标准相符，所以在朝早10点10分正式宣布为脑死亡。之后院方开记招，透露已经同屋企人达成共识，同意捐出金成敏的器官遗爱人间。院方话金成敏曾经吸毒一事并不影响器官捐赠，但考虑到器官适合程度，暂时只会将他的肾、肝和眼角膜捐给5个病人，而他的心脏因为接受过心肺复苏，并不适合捐赠。金成敏的器官摘除手术在韩国时间寻日下午6点进行。院方话金成敏要到完成器官摘除手术，只会拔除呼吸器，之后就会正式宣布他死亡，灵堂将会撤抬医院，预计听日举殡。金成敏1995年出道，2002年凭住《人鱼小姐》成名，同年攞埋新人奖。之后《茶煲阿四》更加令佢人气急升。据知佢早年已经有情绪问题，曾经因为吸毒被判入狱。2013年同大佢4岁嘅牙医结婚之后，屋企经济就由老婆独立承担，两个人经常因为经济问题嘈交。去年3月，金成敏喺缓刑期间因为再吸毒而被判入狱。当时老婆已经向法官求情，暗示金成敏已经有情绪问题，同自杀倾向了。